你这样，亲爱的，我们一会儿去看电影啊。好，想看什么？嗯，什么都行。那我们就看那天聊的，你最喜欢的那部。你不是和子晨约好了一块儿去看吗？不就想和你一块看电影吗？走吧。你们两个还要不要脸了？子晨，我要不是回来上课，我能看见你们两个背着我做的这些坏事吗？撞见了也好，反正你迟早会知道的。是，我决定跟张妮在一起了。你们俩，你是我男朋友，你是我闺蜜呀、啊，你还勾引我的男朋友，你们两个恶不恶心啊？你还说我？那天晚上你难道没有和李虎睡在一起吗？我那天是在医院里面照顾他。那你呢？你不要告诉我你跟他是盖着棉被纯聊天。冷子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他以前是你男朋友，但是现在他是我男朋友。你打我？我打你怎么样？冷子辰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骂街好不好？喂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那个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个我就是算了一下时间，合着你这会儿应该到了，然后问问你是不是安全。这两天我觉得呀，你一直在医院里陪我和你哥，你的功课肯定落了不少。这样，我呢这几天找一个时间给张妮打个电话。你不准在我面前提起张妮这个女人，这个名字不许提。啊，那个。吵架了？人家都说闺蜜，也就是男人也闺蜜，原来这是真的。啊，张妮和吴桂明，他们俩刚才让我抓了一个现行犯，我气得拿张妮一个巴掌，闺蜜他还推我。我都他这孙子推你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过来撕了他。喂，你都这样了怎么来呀？喂，天哪，这要这破玩意儿，喂。放心吧，我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而且我都可以出院了。哎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那个护士小姐，麻烦你帮一下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坐个轮椅都能摔得下来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谢谢啊。不谢不谢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不好好在床上躺着。我得去到子晨学校。你都这个样子，你去他学校干嘛呀？你知道吗？
子晨刚刚给我打电话，他在那边哭了，他在那边哭，我在这边睡觉嘛。哎呀，我得去趟学校。哎，你坐好，我好好做到底，我载你一程吧，拿着。啊，走吧。你送我？对呀。谢谢壮士了，快快快快。应该是冷子辰甩了魏明吧？切，不迷你，我根本就配不上冷子辰。